我叫赵志英，我是从大陆来。我叫黄世一方，我从越南来。我是真梅啊，我从印尼来。因为自己没有学过什么东西，感觉很没有自信，走出来的时候觉得很自卑。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有自信。一把剪刀，牵引他们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，让他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。女人一生中要上无数次的美发店，如果没有亮丽的店面，店头萌的美丽心情会不会被改变呢？记录观点，梦想美发店，记录了数位新移民女性如何透过美发工作打开一扇窗，走出家庭，找到自信与尊严，在异国他乡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梦想美发店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